I just knew you'd be mine. You touched my hand and I knew that this was gonna be our time. I don't ever wanna lose this feeling. I don't wanna spend a moment apart. Cause you bring out the best in me like no one else can do. That's why I'm by your side. And that's why I love you. Every day that I'm here with you, I know that it feels right.我是华峰，我是杨安，塔口，小柯，蜂王爷，喵，猫咪要来乱了，抱起来，看我们家宝贝，哎呦，哎呦，喵，凶巴巴的宝贝，一个清大跟交大的圈内的晚会，我约了一个网友见面，然后网友那时候跟我说他带一个他暗恋的学长去这样子，有。好 ，OK。然后后来就碰到面，他就介绍他，好像还人模人样，还可以。人模人样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可以跟你要你学长的 MSN 吗？加了，就好像也没有想要理我。我那个时候就很忙着在打游戏啊，那个时候应该是星海哦、喔。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必须要问一首歌，在跟他在一起之前，我那个时候就喜欢一个日本的交换学生，就跟我介绍一个日本的一个叫 SL 的歌。然后因为他要离开了，他就放那首歌给我听，然后我就一直想找那首歌到底叫什么。小柯刚好就有很多收藏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你有没有这首歌？这样有没有听过？”然后因为刚才在有是我很喜欢的日本艺人。就从这首歌开始，我们开始有机会更多的聊天，开始会跟我哭诉一些他想念那个日本人的过程。好好哦，好，都是往事了。
我觉得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时候要考老师，考到了南投的学校，就面临到说，哎，那我们到底是要变成一个远距离呢，还是要怎么办？可能他那个时候就很毅然决然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他要跟着我一起过来这样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我们家里也有一些业务的工作可以做，他就决定转换跑道。那因为对我来说，就是换工作这件事情是很重大的。然后他好像就是觉得完全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台中，就让我很感动。干嘛？你是要哭了是不是？干嘛？我要来台中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在新竹很多朋友其实都一直跟我说，叫我想清楚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值得你托付，然后值得你放下。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新竹，我没有离开过新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离开新竹来中部对我来说是一个，除了换工作这件事情之外，其实我觉得换工作不可怕，然后对我来说比较可怕的是换一个地方生活。我只有认识他，然后在中部其实没有什么朋友，出去每天面对都是客户，那客户也不是朋友。那一阵子其实我自己是蛮难熬的，就是觉得我真的为了一个男人，然后抛下自己的一切，然后来中部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。对我做过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是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宅男啊，会运动啊什么的，其实看起来很粗线条啊，但其实他蛮细心的、啊、我们是交往七周年的时候，他有就是去做了一本我们在一起七年的一本书，七年再续，就想说我们在一起七年，然后未来还有很多日子要一起走下去。那我觉得那本书就是做得非常的用心，然后那时候我真的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对，然后那本书还留着，还留着。因为他说他要我求婚，所以我就求婚了。他求了一个物理系非常浪漫的求婚。没有，我本来是想要出题目还是什么的，觉得他可能要算出来，或者说需要一些机关才可以知道我要求婚。那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稍微简单一点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字谜这样子，但是他还是解不出来。那你知道我真的想要求婚是什么吗？你真的想要求婚，可能就是什么在夕阳底下，然后干嘛的，然后有什么快要晚上，然后有一大堆装潢啊，然后跪下来求婚之类的吧。我做不到哎、欸。其实我不用哎、欸。你不用。我其实就是你只要，就是不一定要很多人，也不一定要什么夕阳，就是只要我们两个人在的场合，然后你好好的，就是单膝下跪跟我说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？一定要单膝下跪。但要啊，这才叫求婚啊！给几张卡片，然后就说嫁给我吧，还要自己解谜哦，我解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我还确诊，他还在我确诊的时候叫我解谜。哎、欸，本来我都已经安排好饭店了，还算不错的法式料理的餐厅，这样想说就是边吃饭，然后就要求婚了，然后结果他给我确诊。这是肯怪我吗？但是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在确诊的时候求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十二周年整，对，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就是很特别的日子要跟他求婚这样。因为我太爱他了。哦，是这个答案吗？你确定是这个版本？好，因为就是感觉都在一起那么久了，好像没有往下一个阶段也很奇怪。那如果停在男女朋友这个阶段，可能就是一直女朋友啊、哦。原来你想交女朋友？如果停在男朋友这个阶段，比如说这个婚礼好了，就不会有这个婚礼的诞生。那我觉得我其实很喜欢，就是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的事情可以做的那种感觉啦。我比较现实啊，我是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就是都是我在吵，就会讲说我要结婚。我从在一起的第三年、第五年、第七年都一直说什么时候要结婚。那时候还不能结婚。对，他那时候一开始就跟我说还不能结婚，还没有合法。然后合法的时候你也没有要跟我结婚，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怎样，之前他在骗我，把他小姨在哄就对了。真的，如果说我们没有结婚，我们在法律上其实就是陌生人。今天不管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者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可以为对方决定的那个人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结婚那是很重要，这样子你也不能随便的把我赶出这个家门，这才是重点。OK， ready 了吗？来吧。好了，快问快答，第一题。哎呦，好哦，好哦。哎呦，这种事情他做不来啦。
去海天一线吧。第一次约会是看电影啊，那算约会吗？那不算约会吗？好，算了，其实、okay.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呢，因为年代过于久远，所以无法考证。三年的事吧？是要写吗？那什么字啊？天公坛。Okay. 老师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坛。对嘛，很累死。为什么会在？就是看完电影后的散步，所以看完电影是不是第一次约会？是，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接吻了，你怎么那么随便啊？你写什么？我说脾气好，很聪明，对我很好，唱歌好听，口条好，帅。哎，这种事情不要这样讲出来。你写十个，十个我都写得出来。好吗？一样三个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一个一个。最最最最你没有办法接受的。动作太慢，打你。你知道他折衣服啊？那是要求完美。好啊，好 ，OK，OK，好。他会翻白眼的，怎么办？你今天一屋两猫三餐四季，感谢有你。那是什么毕业了的台词？我真的受不了。很棒啊，不是吗？我也希望我们都能让彼此更好，多赚一点钱回来。谢谢，爱你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出来的结束，谢谢，谢谢。